Ay, pues...游戏现在开始搞我了，哎。两只 boss 节奏都错乱，一直应该在那龙卷风的时候把它打倒地，结果就是一直不够。然后打老战士就是那个技能对不上，这个技能对不上。boss 节奏都错乱了，一般就是控槽，等他龙卷风的时候把他打下来，不然他就是喜欢跟你在那个龙卷风那里转，很恶心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拉远了，他瞬移回去。要么就等他放完技能，他再过来。你打速龙，你肯定要追着他打。精神衰弱了，给这游戏搞的。位置可以，反正我觉得拉远就慢，就是那把节奏没对上。它是固定两个技能一个风，我记得，所以就那个时候要控好槽。
一个老鹰都没杀死，这什么运气？
太离谱了。又是这样子，
慢。不过我知道我哪里有问题，就他本身人物会高升一格，然后就是你跳的时候，他人也会跟着抬高那个身位，所以二阶段的时候，我开始的时候跳了一下，引他在中间那个空中地段，然后再用龙卷风又把自己抬高了一个阶段。结果我就打不到，然后被他溜了一下。所以说，应该二阶段的时候不要那个啥。二阶段的时候尽量不要乱跳。哎，峰哥，晚上好呀。现在几点了？敬业了，我老摸鱼了。确实，我已经1点半了。我刚上次看时间11点，感觉再打一会就摸了。打完这把吧，打完这把就摸了。Thank you.
哎呦！有病啊！这件包，
没事。
Thank you.
缓慢。打扮了，戒指忘记换了。早上这把就睡了。忘记换了，两个大招槽对他来说没什么用。
Thank you.
破了。你看你不说话，我不就出了？西利亚跟那个骑士长打得不是很好，狼骑士感觉也不太行，不过跑图没啥大问题。哎 直接破了世界纪录几分钟啊！破了他2分40秒，他49分40多。啊，太不容易了。我说冲56分真的冲到了，哎，太开心。而且一命通关也达成了，哎，我觉得我满足了。56分56。来，停止录制。